现在有声音了吗？好了是吧？好的好的，刚可能麦松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总奖复单，还有2分钟开奖，现在就两个人参与了。最近怎么没直播难办？就是没有直播，没有为什么？现在就是给他们薅薅腿。又刚刚给他们去在老虎凳上给薅过了，我现在在墙上薅一下，以后可能会给他们去撕一撕。看情况吧，因为他们有两个班的上课的时间都不一样，有时候你播了男班就播不了女班。看情况，如果我们有请，就是会想播的话就会播。对，然后我们总奖复单还有1分钟开奖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。然后有任何的舞蹈艺考相关的问题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或者说想要了解你的孩子适不适合去走这个舞蹈艺考的，也可以把孩子的年级、身高、体重打出来，然后帮你们去解答一下。然后给他们去用砖给他们去卡好他们那个位置。我们接着给他发个福袋。对，帮他们去把那个替代给摆正了。是的，他可能能力没到的话，可能就会疼。我得给他们去找到对的体态。太硬了他太硬了，进不去了。
对，我们昨天就给他发了个福袋，他可以参与一下。这家伙高手，大一号的孩子，他的那个就是身体，正好体重没有那么高的要求。然后现在给他去。那另外的一个动作，开始去撕撕腿。两个老师配合就给他撕腿。让他去撕一下横叉，刚撕的是竖叉，它的软度还是需要提升的。大家有任何的舞蹈艺考问题都可以打到公屏上。然后想要去了解这个自己适不适合走这个舞蹈艺考的，可以把你们的年级、身高、体重打出来。总两个人还多吗？对，他的腿。